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来到我们古尊胜素盘市点名。好，我是蔡俊杰老师。好，今天呢，整个盘市上它是一个强攻盘，好，属于多方再涨的一个讯号。那同时呢，它也准备要封闭了九月四号大跌的空方缺口。好，这个部分距离缺口已经非常的接近。好，这个缺口的位置呢，在二零，在这个地方哈。这里是九月三号跟九月四号的一个缺口，是属于一个空方压力啊。这个地方缺口。 都有一个压力带，好，有一个压力带，然后呢，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封闭补缺是二零九二二零九二，那今天呢已经蛮接近了，今天收盘收在蛮高的哈，收相对高，所以呢是二二零四二，差了二差了这个五十点二二零四二，同时今天有个关键哦，就是补量，哦，跟我昨天跟。 所有的投资朋友提到哈，我们说这个盘市上，如果它要多方延续，做一个再起，势必一定要补量啊！补、哦、量呢，今天是量是够的，所以呢，形成价量齐扬啊，多方的延续，那这个地方就支持多方倒撞啊，形成蓄攻，挑战前坡压力，挑战这个平台压力区。那如果补缺的话呢，是有机会来过这个高的哦。 好，来过这个从一九六六二反弹以来的新高，好，所以这里是 A、B、C，好，现在目前 C 要来做这个 A 反弹 A 调整浪的一个高点，好，是有机会来做一个挑战的，所以呢，如果明天能够顺利的补缺，再加上量的一个连续，那整个盘势上呢，会是非常多方有利。 那我在近期也跟我们这个同学们聊到，我们说呢，实际上在这个操作当中，我们一再的跟同学们提到，你选强，即便大盘它走了一个回档，走了一个休息，强势股还是能够续强。那如果呢，当大盘转为顺多方继续做一个看待的话，强势股还能够强者续强，续强，好，一直到它趋势上的一个转变。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提、各位同学们提到哈，我们说跟紧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，这个就是一个产业的趋势脉动。好，跟紧这个趋势，这个趋势是一个往上发展不变然后呢，选择强势股。你看到最近蔡老师都一再一再的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学们聊到，就是跟着台积电，台积电的供应链呢、啊，台积电要做的啦、啊，台积电做的商机啦、啊，台积电筹组的细细光子的联盟呢、啊。 台积电怎么样呢？台积电要做的这个 F O P L P 啦、啊，台积电要做什么？台积电要重启这个玻璃基板啦、啊，台积电的设备啦、啊、Coas 啦、啊、等等，跟紧巨人，跟紧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，你就能够在这个行情里头，即便行情做震荡波动，你都都能够趋吉避凶，化为转安。那一旦呢转为多方有利，你还能够多方续抢。 好，比如说呢，台积电，蔡老师跟各位聊到，他邀请了三十一家的细光子厂商做联盟，所以呢，来同学我们看到大盘现在目前多方无语哈，所以呢，继续的观察量的配合跟多方的延续，但是呢，这段时期当中你看到哈，细光子联盟里头指标股三四五零的联军，好，它再创历史新高哦，它是不是细光子联盟的一档个股？是吗？ 另外呢，我们跟各位聊到的，你看到像联雅三零八一的联雅，今天也是再创新高，股价再攻涨停板，来到两百三十五点五元，有没有？你看大盘在跌，它有跌，但是没事啊。那大盘呢，稳定之后呢，它续强创新高，而一个上一个下，这个大盘差异性很大。所以你看到是不是一来一回，天上人间两者境遇大不同？ 这个是九月四号这一天来、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联军九月四号在这里，强者续强，是不是续强？然后呢，九月四号的联军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是不是创新高？然后我跟各位提醒，我们说你要找你要找这个营收好的，好像营收不好，波洛威我们就不挑了。好，虽然虽然它也有垫高上去。 但是你看到九月四号的高点在这里啊，它还没创新高，连这个高点都没过高，甚至连九月四号的当天的高点都还没有创高，所以是不是同样是细光子联盟，同样是成员股，但是呢，你看到八月份营收衰退，我们就不挑，它是不是相对比较弱势？那我们挑相对强势的，像四九七七的重打。 同学，你看到中哪一样相对强，对不对？九月四号在这里，高点在这里，它老早就已经创新高了，是不是强者续强？所以呢，延续着我们跟各位聊到的什么？跟各位聊到的大盘，即便是震荡的，即便是这个多方在整理休息的，但是呢，选股选强，你就能够做到趋吉避凶，好化为转安。 那其中我们带给家族朋友的一个部分是四九零九的新复兴，哦，新复兴。那新复兴昨天老师也跟各位说过了哦，这个逢高我们这个获利卖出，好，创新高获利卖出。但是呢，我们跟各位聊到，我们说细光子联盟是因为台积电领军。刚才老师再重重重回到这个整个一个主轴操作的主轴，就是跟着巨人，跟着台积电，对不对？那台积电本身不是只有在筹组细光子联盟啊？ 它资本支出也是一个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资本支出方向的一个部分里头，我们聊到的像君豪、君华，然后我们不挑智胜、万润是,不是非常好。同学，你看到万润还在创新高，收盘价的新高啊。九月四号位置在这里来，九月四号在这里，高点在这里，有没有均线多头排列？ 营收获利成长，加上有题材设备股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看到相对强势啊，轻轻松松啊赚到该赚的利润。那万润的一个部分里头，你看到二零二四年八月份的营收公布出来是六点七八亿，年增将近快五倍啊。上半年赚了五点二四啊，光是八月份单月一点六九。同时，台积电设备供应链 Coas 的一个商机。 所以呢，跟着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，对不对？对的趋势，对的产业，就容易掌握住标股。那我跟各位听众说，台积电要做的商机，不是只有在设备，不是只有在细光子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？玻璃基板。回答要求台积电要重启玻璃基板的一个研发，甚至呢，台积电说，F O P L P 三年之内要量产。 这个都是台积电要做的，甚至像西光子，这也是台积电领军做一个联盟的，所以呢，台积电要做的商机都很大。其中从西光子的大涨，那我们可以找出 FOPLP 相关的个股的大涨，我们也可以找出什么呢？玻璃基板相关联盟的一个大涨的机会，比如说以 FOPLP、FOPLP 当中，过去呢，你看到像一七一一的永光啊。 特化品的部分，它搭上了这个材料的一个部分，哎，股价呢在昨天创新高，甚至呢像台积电的特化、特、特用化学品材料的供应链，比如说像中华化像二一七二一的这个这个商矿啊，啊特别的强啊，四七五五的这个三幅化啊，甚至一七七三的这个圣一，那请问？ 这些股价都已经慢慢的做一个反应，甚至呢有的已经大涨，甚至有的已经喷出了。那请问还有没有被忽略的？还有没有被忽略而市场上面这个能够把握住机会的？昨天蔡老师有聊到两档个股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玻璃基板的，那另外一个呢？蔡老师聊什么呢？ 我们聊特化品的材料，其中聊这个像一七八五的光洋科，它有三个 number one，世界 number one，印碟存储媒体靶材啊，就是印碟靶材的一个材料供应哈，它世界 number one，所有的印碟制造商，全世界三分之一印碟制造商。 都是他的客户，所以呢，他的市占世界第一。再来，台湾 number one 半导体、贵金属靶材的部分，好，台湾 number one。再来，贵金属回收跟高纯度的精炼也是 number one。尤其最近的黄金创新高，黄金创历史新高，它也算是黄金概念股。八月份的营收月增十六趴，年增三十四黄金概念股哦，所以黄金创历史新高，它是社会的。 那股价的反应呢？低档倒状反转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个空方缺口，这里呢是股灾前的一个高点，九月四号的高高点，这里有个缺口，有没有？它、啊、是不是多方倒？这里在一个缺口，所以呢属于多方的多重倒状，哦，多重倒状反转。那最重要的倒状反转的右方哦，必须要怎么样？ 要有量，所以这个量是足够的，形成价量上的配合。因此呢，你看到它创下了新高，有没有突破的是新高？那先前呢还配了现金股息，所以实际上它已经开始要往这个先前的高点来做迈进。那同学，你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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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动状况。往往这样子的一个发动状况呢，当你。 整个营运的部分维持继续的成长，同时它搭上了台积电的供应链台积电相关材料的供应链当中呢，它是少数台积电供应链里头低于百元以下的好股票，啊，低于百元以下的好股票。所以呢，像这样子的一个个股，反而就就好好的把握住该把握住的机会。你看到 FOPLP 啊。 先前在上个礼拜，上老师有聊到一档个股，这档个股，把它遮一下，好、哦，这档个股，它怎么样呢？它是这个面板级散出型封装，好、哦，就 FOPLP 啊，金属窄板唯一气转的认可的供应商啊，那股价压下来，它跟这个光科一样，类似半导体靶材，对不对？ 那半导体靶材的占比从十二点九趴已经增加快一倍到二十四趴了，二十四趴。然后呢，半导体的客户数从十一家已经增加到了三倍到三十三家了。好，三十三家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个股也是个机会呀、啊，也是一个你在第一档可以留意布局的时机呀。就好像我昨天跟各位聊到，我们说玻璃基板 FOP 有 P 也是台积电要做，对不对？那玻璃基板是不是也台积电要做？ 对嘛？玻璃基本也是台积电要做。那玻璃基本里头，我们说昨天有一档个股是玻璃基本联盟的一档个股，加上机器人。那昨天相对强势。赵老师在提醒大家，昨天大盘是因为结算的关系，大盘是压低结算，好跌了快两百点。好，但是赵老师跟各位说，很多个股都在跌，可是呢，它是相对强啊。它昨天还涨五点三二个百分点。 那同学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变这个样子、啊？昨天预告的嘛，昨天预告留意相对强嘛、啊，今天验证亮灯涨停，我、哦、拉起来，已经来到一百一百零八点五啊，一百零八点五，这也是昨天跟各位来跟各位聊的九月十八号。 昨天蔡老师跟各位聊到说，众人皆醉谁在独醒？好、哦，留意相对强的一个个股有没有？那你看这里啊，看这里就知道了，是谁？四五七六嘛，上银的子公司大银为系统。啊、哦，上银的子公司大银为系统，我做一个公开，这已经拉开成本了，大银为系统，对不对？ 哦，大盈为系统四五七六，所以看到今天是这个样子、啊。那昨天在跟各位聊的这两个股还在等你哦。玻璃基板大联盟大盘重挫，昨天我们跟各位聊相对强哦，留意相对强，他还在等你哦。那我跟各位聊到说一个重点，我们说呢，你要特别去注意跟紧大巨人的一个肩膀，你可以看得更高，看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 其中玻璃基板也是台积电重启要做的，所以呢，整个商机慢慢的时间拉长，它会越来越强大，商机会非常的确认。好，就好像呢，你看到像这个国产这个半导体材料的一个国产化，对不对？半导体材料的国产化，蔡老师跟各位说说，台积电随着采购台湾的国产化的一个原料比重逐年的上升。 今年占比是六十五趴，而未来会拉到六十八趴。那其中半导体相关的化材股当中，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光阳科，好，留意光阳科，对不对？那其中也是一样有一个逻辑，就是呢，这个也是台积电要做，所以呢，它的商机很大。你看这地方有个达新材料啊，五二三四达新材料强不强？非常强啊，最近也是一个非常妖的一个妖股。 连续三根涨停，今天创新高，创新高不追哈，创、哦、新高今天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获利，获利盘的力度增强，好、哦，所以这要留意到大量长黑。但是我跟各位提醒的是，台积电要做的不是只有在 F O P L P，不是只有在细光子，它甚至未来的玻璃基板都要重启研发，那相关的大联盟的成分股也可以留意，好、哦，其中呢。 这档个股里头呢，它本身营收大成长，再加上呢，获利也大增，再加上股价在拉回低档区，好、哦、做一个刚表态转强。哦，昨天是相对强，哦，今天有稍微垫高了一些。所以我提醒同学们要跟进脚步的，把握住加赖小老鼠 G S D 一六八，也可以也可以掌握住小圆专案，资金不限，专人通知，门槛低，超低优惠价，只限二十个名额，可以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时机了。 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下次再会了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